吃饭。这是松本的三麻子。好，三角点，我们点它一点。笔很薄，还是可以画出漂亮的三角点。三角点，你的笔。素的都可以，山壁上比较平的地方，可以点一些苔点。画山水就是要画的毛，粗粗糙糙。不要太光滑啊，要有毛，毛泽东的毛。对。
钢笔插出那个三壁出来。暗的地方先来，怎么画就怎么来，这笔画要一样。淡一点的，染亮一点的地方。干净的第三，再来换这边三角点，你们都也是一样用点的点染。这个比较淡的地方，我们染了染比较淡一点。再来染水，每一个转折都要染。
都是一样啊、哦，刷完干净的水，然后不均匀，我们再把它刷均匀。刚冲下来的地方比较亮，然后慢慢慢慢变暗。来，最后修饰跟加强。刚刚觉得染得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强再加一点。啊，这个加的面积不要太大。加强去加强它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比较淡，我们只是加强那么淡的墨而已，比较黑的地方就可以染重一点，也是要分浓淡，看你画 的地方是浓还是淡。